来个无级别，让没见过无级别现场的兄弟们开开眼。简易精青比无级别都值钱，精青也行，精青一个精青一个罗汉就回本。好，我看见蓝字了，好多蓝字。这一波第一个鞋子迷踪啊，43垃圾，这个130的高敏鞋就没有用了，高仿鞋没有用，130必须要蓝字，必须要特技，必须要简易，必须要不磨。哎呦我他妈的，一个简易白板鞋一个精青就回本，一个罗汉就回本，简易加小特技也够用，不磨加套装3-4千块，腰带130的愤怒2500，简易愤怒5位数，有点东西没有？我操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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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虽然没有无级别，虽然没有简易啊，但是振奋人心。主播出品里的作品，除了刚才那个乾坤挪移的什么金刚怒目的鞋子，又有一个新的作品 CD 了，130的愤怒腰带，而且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意味着有可能两个腰带有愤怒，但是还没有啊。青青罗汉来一双。还有主播间的人气等等等等，不白给，免费的我也要。精青主播出品跟刚才的腰带一样，宝箱给我炸，给我炸蓝字，泰山压顶啊！哎，主播出品更新了，主播出品更新了，出了永不磨损，永不磨损73、46不含特技，还行啊。